超22轮天王山之战，广州恒大1-0绝杀国安。而因四皇于汉超、李学鹏都各停赛一场，天王山一战就出现9张黄牌，广州恒大就多达6人染黄。张琳芃、郑智、保利尼奥、冯潇霆、卡利斯抢、岑城。9月18日广州恒大对上海上港的补赛，虽有是一场硬战，更是榜之战。这对球员来说在场上更是拼尽全力，而恒大球员被三张黄牌的都多达5人。张琳芃、冯潇霆、杨立瑜、卡利斯抢、郜林。如果对上港的比赛，卡利斯抢再得一黄就要自动停赛一场。这对于在观看席的阿兰来说是个好消息。自从联赛第四轮肘击被禁赛到联赛22轮都在观看都上度过，那种滋味只有阿兰才能体会，这对阿兰来说也是机会。